进门就看到客厅地板上全是血迹，吴大爷上网房间里还有很多黑色的碎片。吴大爷的儿媳妇说，这些碎片都是这把升降椅的，椅子底部的木板也被炸成很多碎片，椅子面中间还有个不规则的裂口。王大娘说，当时吴大爷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的。我在这个屋，我在看电视，他在那儿坐那个打那电脑。就我一听咣咣响了，响了以后好像有点干了怎么的，以后我就起来了，以后他从里面啪就爆炸了，爆炸了，他就死了。当时吴大爷躺在地上就不动了，记者在地板上还看到了很多类似弹簧之类的金属，还有一根比较粗的铁管。王大娘说，这都是从吴大爷身上掉下来的。王大娘家住在四楼，当时爆炸的声音很大，住在一楼的邻居也被吓了一跳。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椅子那个中心杆啊？我就搞不清楚啊。这样的话，从钢门里边就穿过打进去，你看你在外边没看见这个东西吗？对吧？穿过打进去，进去大概有20公分长嘛。他通过机舱那个旁边，就坐过机舱窝里，穿破了这个喷枪腹膜，要不就是进去这个腹腔穿孔了，要不把小腔灰腔末端打破了，有5公分的一个枪管，一袋枪管穿破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伤啊，就是个主要的那个到腹腔去，一件很多的东西啊。医生在吴大爷的体内清除的最大异物就是这根铁管，用尺子一量，足足有16公分，还有很多的铁丝、木板和棉花。